我们这个是最高的这个评审，因为我后面要再稍微淡一点啊。 现在我们就是说，前面一站合一，就这样，差不多了哈。因为就是说跟刚才那种要求，就是前面的比较快一点，这个 off balance 哈，给他不要给他那个什么，我稍微等它干一点点，完了呢，我来勾这个筋。 画这个合一的时候哈，就是说你这个用笔的方向你要给它掌握啊，这个是心，中心我们先给它定好了哈。这条线我给它稍微粗一点。 这个好了哈，完了呢，我们还可以勾一点小的哈，因为是写意哈，这个意识到了就行哈。OK， 那你有时候你要觉得那个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。 干笔哈，蹭一下，啊，是，啊，中间给它虚一点啊，这个两张合一画好了，一前。 这边多一点，这边少一点哈，我们不要给它画成一样。完了呢，我们把那个背面的荷花，荷花它像一个勺哈，这个花瓣像一个勺。 勾背面的时候，要根据它的叶子的伸展哈。 OK，这个叶，啊，这个就这样子先啊。